上，哎，欢迎欢迎。嘉欣，这个漂亮小姐姐是谁啊？给我们介绍一下呗。对，赵江玉。好，赵姐姐。大家好。哎，你们怎么这么不会说话呀？哪有女孩子喜欢被叫姐姐的？没事没事，我喜欢。走吧，出去玩会儿去。别！哎，爸来都来了，走吧，走吧，一起。是，走走。怎么样？这就是你说的教我学游泳。草率了，草率了，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。那个挺热闹的，学吧。我，行。就这只吧。好。来，这顾佳欣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，赵总，我，没事吧？赵总朋友啊，这赵总朋友是吧？啊，这衣服都弄脏了，我那儿有休息室，咱们去换件衣服吧。啊，行，好，太好了。哎，行吗？行，能动吗？能。放哪儿？来，哎呀，哎呦，怎么起来？哎呦喂，抱好机啊！